这里就是我们车间了。这一个是二号车间，这个是一个组装车间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完成的机器，然后里边还有很多待加工的，还有待组装的机器。那个压煤的那台机器在一号车间，我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就是一号车间。